好，今天就看他赢了。走，快点，好手气。要有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好？小气可真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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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就看他赢了。走，快点
我可跟你说啊，听说啊，那老东西得了内容病了。哦，这可不行啊！哼，管他呢。二童，二童，哎，这个病要传染的，当心点。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啊！好极了，反正你们今天都不回家。出去买个通家好不好？好好，平太太你看呢？那你们王先生呢？怕什么？我老婆子听我的。哟，这么看来啊，我们几个老公啊，就属你们家王先生最好，什么坏毛病都没有。就是爱喝点酒哦。我想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他爱喝，就让他喝一点吧。就是。哎呀，还是王太太福气好啊，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、文质彬彬的好男人呢。哎呀，你说得好。哎，我老头子啊，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啊。啊哦。哟，谁呀？是警察吧？是谁呀？小妹妹唱歌，我拉琴，啊哩啊哩啊！看，老头子又喝多了，谁在那说话？喝多了，喝多了，管你什么屁事啊！喝你的，他妈的！甭管他，甭管他，我们打牌，我们打牌啊！好好好，来。二饼，王太太，你出海。哎，他妈的，谁把帽子放在我屁股底下？一枝花，妈的，坏蛋，他妈的，三条。哎，该你出了。哎，该你出了，亲爱的。你们打什么牌？打什么牌？四对游，真是。哎呀，木板房中。哎，我碰了。你碰红中啊？嗯。向抗战英雄敬礼。我是。一万。我碰。6万。八条。水。水。哎呦，胡了！哎呀，手气可真好啊！你谢谢。哎呀！现在该你出牌了，现在就是啊。哎，又该我摸牌了啊！哎，花场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要了。哎，我是怎么搞的？王太太，你摸牌啊？哎、啊，小妹妹，今天手气不行，肯定我碰了，碰了，成不了了。
我也要打麻将，真是撑不了了。看这张，哎，怎么样？太太听牌了吧？这话又是听牌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红中，又是个红中。一枝花。哎，我来帮你抓。老头子，你。你什么牌呀？哟，成了，紫罗岗上开花。哎呀，我不会打牌，一抓就是那个啊，开花吧。哎，太可怜了，那么大年纪不会打牌。那我要会打牌啊，我肯定赢，肯定发财。哎，我太想发财了。下面这一局啊，该我赢了。哎，林太太啊，哎呦，辛苦的牌，哎呦，我来出。二万，该你摸牌了。怎么样？哎，王太太啊，家里有这么老头子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哎，王太太，该你出牌了。啊。二万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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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太婆，你怎么今天抹香水了啊？哎，你这是，哎，老头子，哎，亲太太，他今天老酒喝多了，又在发酒疯了。老头子，谁喝多了？我就喝那么一点点就喝多了。怎么样？再来三斤五加啤，咱们对着喝，干不干？你不敢，你不敢，走走走走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的，到房间里去睡觉去。怎么回事啊？在人家家里边打牌，怎么那么说？你去睡觉，你去睡觉了，管我什么屁事啊？滚！不打了，老太婆，我们不打了，我们去睡觉了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王子，你干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实在吃不消了，我实在吃不消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头子，我实在吃不消了。哈算了，哈算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去睡觉啊！睡觉去。哎呀，我们走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哎，老太婆，你这个老头子，你呀，到房间里去。哎呀，金太太，真对不起，今天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坐好坐好，哎，下次再来，好好好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坐好坐好啊，好坐好坐好，再见再见。向抗战英雄敬礼。嗯，哎，谁？啊，嗯。向抗战英雄敬礼。好啊，你这个死老头子啊，你喝醉了老酒，错进了洋相，你跪下，跪下，宁可站着死，怎能躺着死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宁可站着死，怎能躺着，躺着，躺着，俺舒服了。哎，哎，别痛，别痛，哎，别痛，你别痛，你别痛，在我的床上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你这个。昨天晚上喝醉了老酒，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，睡得像死人一样，床上啊吐得一塌糊涂，我收拾了一个晚上，哎呀，累得我要死啊。
直到现在我两个眼睛一个都没有闭呀、啊。哎，喏，要死！直到现在我两个眼睛一个都没有闭呀、啊。哎，喏，想想最最气人的事啊，我的一副好牌啊，都给你给冲光了。喏，我手里头啊，三张红中，三张法财，外面是碰出的中宫，三张二万。嘿，人家冲给我，我还不想胡呢，我还想等着去自摸呢。嘿，想不到你这个死老头子啊，回来发酒疯，把我的一副好牌啊都给冲光了。嘿，你这个死老头子啊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呀，我以后少吃多餐。什么？哦，人不吃饭要死，你不喝老酒就要死啦？死不会死，不会死就好了。就吃下，就不让不，你说呀？不让你打牌一样的味道。哦，好啊。我不打麻将无所谓啊，你不喝老酒啊，我看你就要死。好啊，从今以后我不打麻将，你也不准喝一点老酒。走，我们到老祖宗面前去发誓。走。李先生，你先说嘛，你是王家的后代，你自己喝醉了老酒，给老祖宗脸上抹黑，你先说嘛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，犹如家风，贻笑大方，这都是由于我喝酒造成的。今天在祖宗面前，我对天发誓，从今后我改邪归正，滴酒不沾，自己不买酒喝，别人买酒给我喝我也不喝，就是掉在酒缸里，泡在酒缸里我也不张嘴。如有违者，在祖宗面前我可以说让我烂嘴烂舌烂肚肠。老祖宗在上，媳妇为了帮助丈夫改掉喝酒的坏习惯，我忍痛割爱，发誓今后再也不打麻将，不问中法白，不理同事万，一心一意操理家务，正信家义，做王家的好媳妇，如有违反，天打五雷轰。阿南，你爸今天喝了几壶了？16壶。哎，有种酒鬼啊，老酒喝不到，拿茶来解馋喽。有的人啊，爱打牌没才打，这俩手不是跟哪儿好。喝茶就喝茶呗，茶壶里边不喝，还把茶壶里的水倒在酒盅里边当酒喝，喝起来的那种样子啊，哎呦，可怜哦，可怜哦。有的人呐、啊，没牌摸，只能摸自己的手指头，摸来摸去都是一桶，可怜哦。
相机打碎。想干嘛能吃饭？别听妈。哎呦，我服了。公相机打出来了。肯定是第一次。哎呀，这个牌怎么这么打的呢？哎呀，真是臭牌，臭牌嘛打的。哎呦，王太太能露出这牌来。哎，爸爸就在弄堂口逛逛啊。哎，爸，没黄酒了，你去打点黄酒吧。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让你爸爸去老酒店，你不诚心让我前功尽弃吗？真是。慢。就不相信，我就连这么点引诱都经受不住。我王胜还算是什么男子还当丈夫呢？那把酒瓶子盖好了啊，盖严了，盖严了。你爸呢？去打酒了啊？嘿，这老头子啊，又熬不住了。哎呦，王先生你好啊！老规矩，还是五加瓶。不，料酒。哎呦，五加瓶不喝，改喝料酒了。因为我。前两天呢，我天津来了个亲戚，他给我送来了三坛五加瓶。哦，家里有存货。好嘞好嘞，我这就给你打料酒。多少钱？2毛。好，您好走，家里存货喝完了再来啊。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我在弄堂口看看。家务啊，爸爸妈妈呢？他们都生病了。啊，生病了，进去看看。
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？真是的。我们到安徽才一个星期，就病成这个样子。晓得这样，我们就不去安徽了。就是啊。哎，王兄，你们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的啊？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呢？医院里去看过病没有啊？阿嫂。医生怎么说啊？阿嫂。药吃过没有？怎么样了？气色倒还蛮好的。就是，胃里边。阿嫂，你一点都不瘦，还是那么胖。阿嫂，哦，阿嫂还发烧吗？我试试。怎么样？差不多。哎呀，你试试啊。哎，好好。哎，快啊。哎，王兄，你快，王兄，哎，快试试。哎，等等，你过来。哦。怎么样了？好像大家差不多嘛。哦。哎，阿嫂，王兄啊，你生病以后，这次啊，家务事情怎么办呢？我们到安徽去了一次哎。菜谁买的？安徽生意好做呀。衣服谁洗的？我认识了一大帮子人，哎，要跟我们联手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呀，找人呢，这一大帮子人跟我一起做生意啊，我们肯定发呀，发呀！我说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换一换，说话方便一些。啊？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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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太太你请，王兄。阿嫂啊，王兄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情、啊，王兄、啊，要不我这次到安徽去啊，要不呢，收获可大呢。哎，你等你病好了以后，我们要大干一场，你就叫啊，走，兄啊，你就听我的。今天我给你带了一样你最喜欢的东西。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东西。不不不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太太，把大哥东西拿出来。啊，好好。拿。啊，王兄，你看。不要看，你看呀，怎么样？分酒分酒，我们已经分别很久了。坐，阿哥，你怎么了？腿软，我轻一点。你坐，把酒放下。放下，王太太，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你喜欢的东西。哎呀，自己人还客气干什么？你猜猜。我猜，是背面子啊？不是用的。那是吃的，香菇啊，木耳、金针菜啊。也不是吃的。不是吃的，哎呦，那我猜不着，猜不着。是看的，看的，那我看不动，看不动。你呀、啊，保证你喜欢，喏。什么？哎，什么书啊？你看不懂。这是我舅妈家祖传的宝贝。哦，他说了，谁看了都会赢的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哎呦，汾酒啊！是山西的名酒哎，啊，说到老酒啊，他的劲就来了。我喝不能喝，说也不能说。哎，大哥，说说，汾酒是山西的名酒啊。Yes. 不过你到安徽去买，不应该买汾酒。安徽有种名酒叫古井酒。哎，这种酒我看到过。哎呦，好酒啊！古井是贡酒啊。什么是贡酒你知道吗？贡酒是皇上喝的酒，叫贡酒。哦，yes.
不是你在安徽去买汾酒，就不等于在上海买汾酒一样吗？啊 ，yes。王兄啊，我以后再到山西去啊，我就去买那个古井贡酒。No。到山西呢，就去买那个汾酒。Yes。到那个安徽去呢，就买那个古井贡酒。Yes。不过老弟啊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买酒给我了。王兄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no 喝了。你不喝酒了 ？No。王兄啊，你是生了病才不喝酒的呢，还是不喝酒才生病的？因为 no。No 啊！哦，王太太，哎呀，王太太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起床啊？哎呀，我浑身不舒服呀！哎呀，什么不舒服啊？你的病啊，我是知道的。四圈一摆啊，百病全休了。哎呀，我浑身都没有力气啊！你看我手都抓不紧呀。哎呀，见了牌，抓的就紧了。哎呀，我不行啊。哎呀，打吧。王太太，这位是啊，这是我老头子的祭拜弟兄陈先生的太太。哦，陈太太，真漂亮。哎，陈先生呢？拿哟，太太真漂亮。哎，陈先生呢？拿哟，还是个白马王子呢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那好，咱们来打吧，这不正好吗？打来来，哎呀，这别扫兴了，来，打！哎呀，打呀！秦太太，他不打，你们真是三缺一，那我陪你们打啊！哎呦，王先生，我算服了你了。那天你喝醉酒啊，把我吓得回家一宿都没睡好觉。哎呦，小亚农，怕耽误嘞。对不起，那天实在。喝了点酒，是的，不过以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。酒这个东西啊，真是说不出那个好坏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，因为我已经能喝酒了。来吧，太太，起来，我们摆台子吧。摆了台子就打了，来小来来，没关系的。再说啊，有阿嫂给你做东，说不定啊你还赢呢。哎，就是啊。哎，王兄啊，放开胆子啊。哎，放开胆子啊。来，三万。今天可不怎么样，这个牌。你干什么呀？我看看清楚啊。我还以为叫文牌呢。有这么看牌的？你说看好了啊，看看去，这是花啊。哎，拿回去，是花，多欣赏啊。刻得一点都不清楚。哎呦，以后看看清楚。这辈子啊，我是看不清楚喽。你出什么？快，二叔，不要。王太太，打吧，我今天身上冷，来穿件衣服。啊，好，多保重啊。哎，王兄，王兄，出牌啊，出牌。我在考虑出什么牌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留着风向？红中。
二万。东风。哭了。王局长，王局长，刚开始啊。哟，你看看，我又把自己抓了。哎呀，你不说大风吗？我抓了个东风，打东风吗？你走了，臭财呀！没事，没事，刚才给钥匙。来，我们再来，不要吃痛了，可真是对不起了，要真好，让嫁给我赢了，来，来看看清楚啊啊！王太太，我不参门冷，参门又热了，保重吧啊！老太婆，这副牌好啊！二万还好牌呢，你看看你几个牌？十二个，应该是十三啊。十三点。哎，我怎么十四张牌啊？那你给我一个。我给你一个。给我一个嘛，你十三，我也十三了嘛。那我给你哪个？随便给哪个吧。那你随便拿一个算了。哎，好好。哎，不来塞，不来塞个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可以给来给去的呢？你们呐，都不是十三。你呢是十四，你呢是十二，哎，侬是赌相公，侬呢是笑相公，我们两个人赢了啊，这我们输定了。我再不下面怎么打？随便你打什么牌，你烦死了，真是。相公嘛，就是抓什么打什么，抓什么打什么。看不清楚，多摸了张牌，你也抓什么打什么。对对对，哎，这盘我们肯定输了。八万，哎呀。还在打风向，什么时候了？真是。王先生，你看看王太太急的。哎，这回你可以有什么吃什么。就是，随你吧。哎，一饼。哎，太太，吃不吃？二万。这张牌我可不要。哎，这张牌可给陈太太了啊，酒桶。哎，你怎么可以喝酒啊你？我为什么不能喝酒啊？王兄，阿哥，该你出牌了。你摸牌，你摸牌。阿哥，好，出牌啊！来，我们打我们的，打我们的了啊。一饼，要不要？一饼，我可不要。味道不错，我不要。二条，两万。哎呀，两万我胡了，哎呦，第一次啊，哎呦，王兄啊，你可是第二把了，我说是轮到我赢了吧？哎，你这个老姐不下去啊，真舒服。三个花，哎呦，王兄那么多花花，哎，花，全是花，太好了，我看看，你看啊，哎呦，手气真好，当心啊，他可是要。哎呦，哎，好啊，好，怎么打吧？哎嘿，自摸，摸了，那就自摸了。哎，大哥赢了，也大哥了，一下子翻过来了。来。不了财了，这个丢，
急吧，没法没法，喝完了吧？哎，一点也不错，今天最佳都喝了好几次。嗯，来手机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这把。饼子，酒饼。看来你是做腕子了，啊？我是要做腕子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我要八万。给你个八万。服了。王先生啊，你是怎么搞的嘛？人家要八万你就打八万呢？好来来来，我怎么知道他那么老实啊？我给钱了，给钱了，给钱，给钱吧，给钱吧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给给给给给给给啊！没看。嗯，万，这回看来要饼子了啊！不错，我是要饼子，六饼你有吗？算了，哎，还是让你发财吧，就要发财。你哎呀，这个臭牌打的，这他要什么我打什么他糊了，他要什么我不打什么他也糊了。刚才你太老实，现在太滑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付钱吧，给我看，付钱吧，给我看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儿吧，啊。好吧，啊，哎，不是说玩到天亮的吗？是啊，天亮，我说天亮，你们说天没亮啊？这样吧，鸡叫，鸡叫就天亮了，好吧？对对对，鸡叫鸡叫。再说，你们也没有钱了呀？哎，这个不能当钱吗？算了，你今天赢的不少了啊。好，来来来，今天再玩几圈。还不服气啊？对不起，等我一下啊。喝那么多水干什么？哎，啊，该我了吧？你来。嗯，快点啊！要六饼啊，明确告诉你我要三六饼。好，给你三饼。糊了，呵呵，总算开糊了，老祖宗哎，谢谢你保佑我，保佑我。字幕，来来，给钱给钱，给。我就等着你这个红中。九万，我就等着你第四个九万。哎，给钱，怎么样，都清了，今天就打到这儿吧。啊，哎，鸡还没叫呢。是啊，鸡还没叫呢。鸡还没叫嘛。好，到鸡叫。哎，来。
哎呦，老太婆回来啦。老头子，哎，你说倒洗脚水呀、啊、马上给你倒啊。王先生，哎，你去一下去一下吧，啊，快点啊。老太婆，你先到房间里，我马上给你倒来。老头子啊，王先生，叫你太太去睡觉嘛，快点。哎，老头子啊，你倒洗脚水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。哎，快点倒嘛，鸡！哎，鸡叫了，怎么样？今天就打到这儿吧，啊？哎呀，叫你倒水，你倒不倒啊？你倒不来。哎呀，公鸡叫了，母鸡还没叫。什么？等到母鸡叫啊！好，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今天你们三家行，我一家行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等啊，算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好了，都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这是我的。走了，我们走了啊！好，再见！再见！哎，再见啊，三位啊！好，再见啊！老头子啊，倒洗脚水呀！我知道了，来了！哎呀，洗脚水！来了！叫什么叫？我现在才知道，老头子以前为什么那么喜欢。喝酒。酒啊，真不是个东西，比搓麻将还厉害。我今天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喝酒，干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碰酒。要是我俗话不算数的话，罚我来世变乌龟王八。完了。列祖，小的王生十分惭愧，只怪我意志薄弱，经不起引诱，刚刚戒酒又沾上了毒瘾，险些误入歧途啊。这打牌害人呐、真能使人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啊。比起喝酒来，真他妈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、祖宗在上，今天我对你发誓，从今以后不再打牌。假如我再打牌，我真他妈的不是人养的。你妈祖宗不是人啊？我是畜生。那祖宗也是畜生啊？我不是东西。那祖宗是什么东西啊？连发誓赌咒都那么难呐、